OK。这是我们的上环湿气冬霜工艺绘画机，然后这个工作台尺寸是40×40的，这个是硅胶垫，这个是高温布，这个是温度时间控制器，当我们按下 set 的时候，这是设置温度，按上增加温度，按下是减少温度，我们通常把温度设置到200度，再按一下 set 它就设置好了，然后现在是在升温，这个时间按一下 set 它这是增加时间，然后这个是减少时间，我们把时间设置到25秒，再按一下 set 它就设置好了，然后这个是紧急停止开关，紧急停止开关就是当你想让它停止工作的时候，就把紧急停止开关按下去，如果想让它继续工作就要顺时针旋转，它就会弹出来，现在我们把它顺时针旋转弹出来，当这个是自动的，当它自动滑到最后的时候就会自动下压，等到时间到了它就会自动上升，就完成了双工位，它滑到这边也会，然后想让它不要下压的时候它就不会下压。